那我们的话主要就是更多的是一个现代化再加了一些古法的这个流程，就是说相结合的。比如说像这个蒸饭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个高压蒸饭的一个过程，像古法的话蒸饭估计需要一个小时，那么我们现在高压蒸饭的话就是说一蒸饭50斤米，然后只需要8分钟。然后像我们现在的话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更多是灭菌，通过巴氏杀菌，然后我们通过巴氏灭菌之后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可以达到1年。我们是采用玻璃瓶包装，然后再进行密封。密封的话我们密封效果特别好，所以的话我们现在60%的销量是在线上，就是说我们可以快递一件代发，然后的话可以销往全国各地。